气，今天可是维蒂尔蓝全班第一。嘿嘿，简直是艺术品！我在干什么？我不是应该复习吗？还早，爸爸游戏十点开始复习。这丢也太干了吧！再来一把。不行，先复习。快饭点了，等外卖干饭。我们是想去来检查卫生的。哇，你家里也太干净了吧！跟我们去领奖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认真的复习班。现在才凌晨十二点，但是复习还来得及，明天可是晚上补觉。就算我昨天没复习，也能考第一。糟糕，我怎么把手机带到考场了？小品，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电话，试都考完了，你人呢？看我这个动画，有没有人发现我家里藏的充满玩具一共有几个嘞？快来评论区看看你的。